你咋还不开呢？找找我爸爸，你说爸爸开车。你爸爸来给你拿被，来拿被，保红被。你看哈，要不是嗯，上车都照镜。你拿被了哈，好包你。可别睡呀，去吃完饭的呀。他可是有点困了，不过也不一定能睡。被说回来前能睡。里外通用的，里边潮湿，外边不好使。一下车就凉飕的啊！那个什么，啊，一刮风更凉，更凉。放哪儿了？鞋在这儿，在姥姥那儿坐脚底下。我们乡镇的一个小饭店。这不转是吧？他知道这个转的哈，嗯，一看就是老下饭店的了，就找到好玩的了。今晚我们要了，恭喜啊！压翻了你，点完了？点了六个，不知道点啥了。点虾六个也够了吧？六个就够了。够了，他说是够了。够了，一人一个菜呀、啊。咱那没多些人呢，六个就够了。我先点八个呢。走了，咱们一二三四，正好一人一盘菜。那你儿那个吃不了呢？吃不了咱忙活。吃啥去？现在就是吃喝玩乐。对，那就是小五就是你的营生了，以后不帮他们干活。那八算个八算，不干不干，咱就待着玩儿。咱没干啥活儿。这回好了，八算。这回解放了。嗯。他凉菜挺好吃，我特意要的。啊、嗯，上回他吃这凉菜没吃过，还好吃。嗯。这个不错。嗯。挺好吃。嗯。这个你的最爱。哈哈，鸡爪子。嗯。转转，你们都那个啥，挨个菜尝尝。长菜凉菜，东北大凉菜，嗯，这个是溜肉段儿，那边那个是，那个长肚，长肚，那是鸡爪子，还有凉菜。咱们这两个料挺好吃啊，嗯，味儿好。他喝的油也多，你看。嗯。好喝白菜了啊。喝点杯子。哎呀，妈，你那是酒吗？整的。那个道是你的啊。嗯。好年都不喝酒了，再喝酒。我也不敢喝。越来越出息了。是，喝点吧。喝点啤酒没事儿。能喝少喝点。我也就这么一杯。今天得突破一杯，你再喝一杯半呢嘛？喝一杯半。俺妈人多，要不然的话也能多喝。我还没跟你妈喝过酒呢。俺们俩结婚前你俩没喝啊？没喝。喝了吗？没有，没在一个桌吃的。嗯。大黑鱼，啊，这么大呀？嗯，一个鲤鱼，啊，大鲤鱼，嗯，哎，这麻辣的，看没有？麻辣的，看那辣椒带两黑子，来，干杯，干谁说干的？三姐夫干呐，你干我就干，你说的。你能干我干不了。你咋不能干呢？我这过年每年我都买这个菜。嗯。我以前也是。哪儿？嗯，柴荣。就柴荣。孟哥他们都爱吃，就金明不吃。啊、嗯。金明那个害怕。他不光是害怕，他就是看着颜色不对劲儿的就不吃。他小黄柴荣长得磕碜。那蛤蟆他也不吃啊，他不像孟哥啥都吃。干吧。啊，这回干的，干。来，这都吃点子干活，一个是点子的好饭，我要吃饭来个饭面就啥累了，天天干活的还。都是自己家人，你说也不是外人，你说还下饭店。哎呀，我说你还得忙着做饭，还忙着干活。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，酒足饭饱，准备往回撤了。咱们现在就撤呗哈。嗯呐，回家。回家。这样回家睡觉了。好了。